现在外头的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冷，不过晚间这个伍佰就开了一个小型的演唱会，来提前的帮歌迷庆祝2010年的到来。为什么要提前呢？因为以往啊，每年都在台湾跨年的伍佰，他今年要到马来西亚去开唱了，因此这1000张的预售门票呢，是一开卖就完全卖光光，而现场的气氛更是嗨翻天。一身劲装皮衣打扮的伍佰，一开唱就炒热现场气氛。一开场就连唱5首歌，不仅独秀吉他，还与歌迷来个互动欢唱。能不能啊？刚才那个是暖身哦，有没有暖到？18号发行新专辑的伍佰也把新歌第一次献上给歌迷。往年都在台湾唱跨年的伍佰，今年首度要到马来西亚开唱，因此举办这场小型演唱会，与歌迷提前庆祝2010年。尽管这几天寒流来袭，伍佰也用了他的热情，温暖了今晚所有歌迷的心。中央新闻，江敏宏、黄淑恩，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